这是西非最为重要的木材品种之一，奥古曼。奥古曼学名为奥克兰，市场不规范名称有非洲红胡桃、非洲桃花心。实际上，桃花心这个名称对于奥古曼来说是误称，它和桃花心木不同科属，并不是真正的桃花心木。奥古曼盛产于西非，在加蓬、赤道几内亚和刚果等国家地区是最重要的商用木材，能占木材产量的50%以上，是一种直径可达1到2米的大乔木。芯材通常是有光泽的粉棕色至浅红色，边材呈浅灰色，新边材分界清晰。奥古曼木质轻软，气干密度0.48至0.52，加工容易，但具有很高的二氧化硅含量，能使切削工具变钝。木材缺陷很少，材质细腻均匀，易于染色，出材率高，爆切旋切和胶粘性能好，被认为是制造胶合板的最佳木材之一。奥古曼除了用于生产单板，也有大量的聚材应用于乐器制造、室内建筑装修和家具制造等。